剩点馅儿，包馅饼吧。有韭菜，三鲜馅儿。三鲜，看谁包的好看。你先包。我先包。你先包。好，比赛开始。不错，该我了，给你了。师傅的手艺。哎呀，你要大馅儿。不是。十八个褶、貌似中间那个揪比我那个圆。13 14 15 16 那是也有个揪，那就是放你这儿也看不出来了。你这褶明显少嘛，你看看这个，这褶明显多嘛。放我这儿来看看你怎么揪剂子。这太软了，不好揪吧。那我刚才就揪的。那怎么揪啊？你这样。这不叫揪剂子，这只不过就是把面给揪下来而已。应该这么握着，是吧？这么握着。这样。这么切下来。对啊，两个拇指嘛，对吧？对啊。这七个是你包的。这六个是你的。这六个是我包的。还是能看出区别的吗？你这个都是中间这个揪都是圆的。然后褶儿好像细点。细一点吧。这个褶儿粗点。这几个揪倒是都是圆的。这个散了。这俩散了。是褶就明显，褶好像对对粗。刚才那是六饼，这是七饼，这是腰鸡。第一波出来的六个，颜色很不错 ，Golden Brown。